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功夫者，我是今天的主讲柴教练。那今天给大家讲一个腿上的一个动作啊，一个勾踢啊。其实这些动作呢，很多都是我们传统武术里边演变的一些动作啊。以前有个动作叫做搓脚功啊，搓脚功啊，搓脚功，类似于这样的一些动作。那今天呢，我们是这个动作的一个大概相似，但有所不同啊。好，给大家先简单做一个慢动作示范啊，就是什么呢？我们用脚踢，踢对方的支撑脚。踢的时候呢，我们把脚尖勾起来，勾他这只脚，啊，勾他这只脚起来，啊，勾他这只脚，啊，勾他这只脚起来，啊，当然，对方如果有知道你这样做的话，有所防备；如果不知道的话，这一脚可以把对方给踢倒的。OK，那做个快动作示范，啊，踢，然后往回勾，再看一下，然后腰怎么发力呢？腰是这样子起，这样子发力，而不是这样子顺着发力，啊，因为你这样子往上起一下嘛，在做的时候是，往大憋着往回走的，大家理解吗？往回踢，这样也是一样啊，也是一样，踢勾啊，这就是一个勾踢的一个动作。当然这个动作做的时候呢，要注意啊，就是跟对方是有一定距离的。你如果直接勾的话，可能你不一定勾得起来。重心比较重的话，你就勾不起来。所以说，你可以有一定距离，上一步，上一步，啪，这样子勾起，大家理解吧？勾起的时候，转你的腰去做这些动作，或者是勾起的时候，上身做一个攻击的动作，理解我意思吗？上身做一个攻击的动作。这是一个勾踢的动作的一个讲解，大家平时可以这样子去训练平时可以这样子去训练，注意也是以气淬力要把这个气和力和核心的力量用在一起，做一个整劲，才可以把动作做出来。OK，我们下节课再见。